路，有时紧迫，问我到底腹内有啥法宝，其实无撇步，欢喜就好。想歹看，啊，生得好车你惊人偷，大厝歹摒扫，食甲伤好，惊细伢狗，死无就跟人走。人生短短，好亲像在佚佗，有时也烦恼，有时辛苦。问我到底腹内有啥法宝？其实无撇步，欢喜就好。厝无够大，啊嫌菜煮了无好食，嫌某相歹看，啊选着好车你惊人偷，大厝歹摒扫，食甲伤好，惊细伢狗，啊死无就跟人走。人生短短，好亲像在佚佗，有时也烦恼，有时辛苦。问我到底腹内有啥法宝？其实无撇步。欢喜就好。谢谢老师，谢谢阿星，谢谢老师。好，首先邀请雅文老师来讲评，来高丽丢。哦，台中嘛，哈，对对，我嘛台中啦。老师好。嘿，今日你唱歌足细声的。你特别细声，特别细字，愈来愈细声，愈来愈细声。我就感觉讲，是因为摄影棚的关系，让你听到你的歌声，你会惊吓，所以才愈唱愈细声，一倒高一倒缩。哦，唔知道是不是因为安尼关系啦？或者是你家己想要表达的感情，就是亲像安尼层次哦。那今日的大细声的差异太大了。过来一点就是你的拍子，你的拍子拢未稳。未稳的关系，甲紧张嘛有关系。阁有就是讲，你一定唱歌爱算拍，家己爱打拍子，不管是卡底啊，哦啊，不管是手正头，哎，手正头啊，拢会当打拍子，只要养成一个习惯。但是你的歌声是足好听的，哦，你的歌声是很好听的。谢谢老师，无怪人会替你报名哦。啊，来王里长吼，你今日的这个血压高吼，水某会对人走，表情真正是百分。谢谢老师。迄血压高，目睭倒掉。这你哪想会出来这种表情啊？呢，我实在是看到真正是惊到呢，我足惊讲真正安尼吼，所以我感觉讲这都是真大的准备，对着这个舞台的一种尊重，就是讲我对这个舞台我要做准备的，起来想我要安尼展现哦，你展现较足好，所以王里长今日表现嘛是袂歹啦吼，所以两位都加油哈，加油！谢谢老师。